小黄是真拿兄弟们不当外人。什么叫做竟然有那个？兄弟们，这能没有吗 ？Coco 那开玩笑的 ，Coco C 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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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不是？行吗？是不是？你内涵我吗？没有没有，我这大哒哒哒哒哒蹦迪大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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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来啊啊！我错了错了我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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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狼啊！啊！哎哎哎呦！好，好吧。怎么想？哎呦 ，Coco 好美哟、哦，好漂亮啊！来看个大摆锤来，啊不，开玩笑，怎么会给兄弟们看这种好东西呢？我把兄弟们当自己人是不是？你看，你看那大漠，看。啊，你看，你看他大漠，你看他大漠，看看看到大漠，这个地图看，哎呦，这新疆的呀，呜，来来来来，啊，来来来，留下来了，我不都是把兄弟们当自己人的兄弟们啊，我是一点没藏私心，兄弟们啊，来来来来，啊，对吧？啊，来，今天到手是我们三只羊的小羊甄选的虾条豆果，到手两包，19.9元，一号链接上车来。啊！哎，这小卡子吧，小卡子。基本上都是。哦，生活小妙招。你往前，你再讲一遍。就是我们平时哈，拿这个去插这个去喝水，然后你就捅也捅不开，你喝的时候就扎嘴，嘴很痛。所以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你要怎么喝呢？很简单，是我教你。嗯。你把这个地方给它剪平了。哎。然后干嘛？剪平了。剪平了。然后把下面给它剪个好。剪个尖的。对，剪个尖的。你别拿这个过来。来，你看。要干嘛？这样就。嗯，你看。又把布又不扎嘴，你看是吧？等一下，我喝了多年了，别急别急，方便吧，师傅？别急，别急。是我给你扎的，就没听懂吗？是我聪不聪明？别了，你再来一遍，你再来一遍，来几个兄弟再来一遍。兄弟，我聪不聪明？兄弟，这是哪管子？你先别说聪不聪明，来拿管子来，给小王拿个管子，拆管子啊！等一下，这个是管子吧？对对，这是个管子。是。我们怎么搞？你看我平时喝这个喝奶茶、喝吸管、喝饮料啊，就扎就进不去啊。然后喝的时候，你平时这就进不去是吧？对啊，然后呢？然后喝这就扎嘴，扎嘴巴很痛，这样很方便。不是你一直都这么喝的吗？对啊，三十多年了，快多年了，二十多年。然后呢？你只要把这剪平了，这个再剪一点出来，哎，然后呢？你看，嘿，扎进去了，又很方便。师傅，聪不聪明？你刚才那我拿到奶茶拿过来，你就上面。聪不聪明，兄弟们？对，奶茶管，拿什么奶茶给我？没毛病吧，是吧？买的那些奶茶，很人性化。把那个，买的奶茶拿过来。再管他，就讲到这个啊。哎，对，喝奶茶也是。你喝奶茶怎么喝的？喝奶茶，来兄弟们，来管他去了啊！这管子，管子怎么喝的？喝奶茶怎么喝的？你看这样捅不进去，啊，很方便。然后这样喝的时候就扎嘴，扎嘴巴好痛。啊，只需要这样。我把它剪尖了。哎，你看看啊，师傅看啊。哎。你呀，你这个是你的什么东西？什么妙招？生活小妙招。小王，来来，我们讲，别讲了，别讲，你这不是管子吗？嗯，这是管子，你看，这是个管子，这对，你看是不是特别扎嘴？扎嘴，妈这样，对啊，然后往这一，对啊，你急不急？那这捅不进去啊，你看。哦，你不是，我们这样倒过来呢？倒过来这扎破了怎么办？捅不进去，你看，扎嘴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？就是拿这里去捅的，这边是喝的。对，我倒过来是不行的。啊，就是我倒过来为什么不行？不方便啊。就还要倒是吧？对，倒过来不方便啊。倒过来就不用不着剪刀了，倒过来不方便。老妹儿，那你再喝一次，再喝一次，再喝一次。你看扎进去是吧？看好了，好看。这个扎嘴，这个扎嘴是吧？快剪掉。这喝好扎嘴，剪掉。你要剪个尖的。哎，啊。小黄，小黄，你看啊，你看我再演一下啊。把你们那个我买的奶茶二斤出来，来来来来，我们先来一口，来奶茶过来。小黄，你看，小黄，你看啊，
就想说，哎，我给了一杯奶茶，嗯，啊，我拿了这个管子，我这么，嗯、我再这么，嗯、对啊，这就行了。但是是错误了，但是管子拿错了。嗯，拿反了，你管子。我管子为什么拿反了？我这个签子就是给我扎的。但是不是你十几年一直这么干？喝错了，师傅。你什么喝错了？我这个管子就是这么扎的。喝了几天，你给我喝错了。我这个管子这么扎的，这个管子为什么要做成尖的？就是让你方便你扎。他不是这样扎，他就扎就这一头去扎的。谁说这东西在扎的？谁跟你说的？我说的。你是怎么喝的？就是用这头去扎的，用这头喝。我知道，但是你不是还要把它剪掉？行了，你听我的。嗯、你现在你有没有明白？你今天就拿这头扎起喝，你知道吗？喝错了。我怎么喝错了？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以后只要拿尖的去扎进去，就是喝错了。有点不人性化。小王，没有，不人性化。嗯、你这个方法很人性化，方便。我怎么方便？我这拿了管子，我一扎不行，这不就行了吗？我怎么方便？我这不更方便吗？我这方便一剪就行了呀。我现在不需要剪，我就直接就扎了管子，我这尖的直接拿了一扎。你喝错了呀？我没有喝错，这个管子它就是这么用的。用这一头，用这一头扎。哎，小王，你看这个，对，你管子用错了。你这样喝，是不是特别扎嘴？我扎嘴，我扎嘴，我反问他，不扎嘴吗？这管子用错了呀。我管子怎么错了？你管子拿反了。拿反，他的意思就是你拿反了，你不要这么扎。然后呢，这里扎嘴，你还把它剪掉。你插进去的时候，你还把它垫个尖的，对吧？一扎，哎，那我别，我好好讲一下。方便特别人性化。不知道。我也不抽烟，我今天酒量也不行，我喝不了酒。胃坏了之后，我喝三瓶啤酒我就倒了。我那天喝了三瓶啤酒，嘴哥跟我爸喝那个茅台，不是喝就茅台吧？是喝的是茅台吧？对。把我爸喝吐了。我那天跟嘴哥我们俩去吃夜宵。他喝了十几瓶啤酒，他没事，我喝了三瓶，我躺在地上睡觉，睡好了。把你扛回去，他把我扛回去了，扛回家了。我现在真不行了，我现在就专心，服务好兄弟们，就是把公司做好。好，好吧。这是你自己的，我是搞的。谁说的？呸！长这么高啊！兄弟，我弟以前这个把四个手指头都干骨折了，疼得很，跟你说。想当年我这个火辣辣，直接我哥那也没事儿，我手指嘎断到骨折四根，什么骨折一根，四根都骨折了，一根骨折了，一根骨折，我的这什么狠呀，是吧？今天啊，搞错方向了，我当时在趴在桌上在看，你搞错方向了，没搞那个洞，搞到旁边那个肉去了。直接我的手嘎，哎呀，断了一根。我当时，当时我的屁股都青了，都青了。你没搞得动，如果搞得动，我手肯定是伸进去了。我不是伸进去，我的内裤都拔出来了，你知道吧？嗯，十几岁的时候，嗯，内裤都黄了。那我都这样用，我跟着看东西，是这样。我跟着这样，传了一下。我当时我的。他吵架了！手！老师还以为我们俩怎么了嘞？嗯，发现我这个手指都麻了，不叫疼。